光晨，嗯，你看到那妹子了吗？那女孩啊？啊，怎么了？我贼喜欢她。你喜欢她？不是，你喜欢她关我什么事？这女孩贼喜欢打乒乓球，然后你看你乒乓球打得这么好啊，然后脑筋又好使，你不得帮我想想办法不？啊，这事儿是吧？想想啊，哎，对，要不这么的吧啊。行吧，哎，可以，行行，这么定了。哎，洋洋，你看啊，你不天天想我玩，我这个朋友会打球，你看，要不然你俩打一场，你要把他赢了，我就再也不在你面前出现了。不是小姐，我主要是听他说你是高手，然后我也非常喜欢打球，主要想跟你学习啊。你都不怎么会打球，你朋友会打吗？我稍会一点，对，是想给你切磋一下。一起升学。行，谢谢你啊。小姐，咱就别练了，直接开始呗，好吧？你先打吧，好吧？哦，哇，好久。小姐确实厉害。哇，好久。哇。哇，漂亮！哇！为啥还？哦，你信不信？我现在开始赢你。我要是能赢你的话，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？我要赢你，给我朋友当三天女朋友，行吗？哎，对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！可以。你拉上我来。喂，不好意思啊。可以。走吧，回家吧。